片片厚实鲑鱼加上海盐与水果调味，还有造型饭团和明太子鸡翅，通通在烤盘上，不止香气扑鼻，更要抓住情人味蕾。叉烧店逆势行销情人套餐，主打11道菜色，让你一次尝鲜。我们这边的串烧呢，大部分因为我们讲求的食材的原味，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吃的话呢，就是给最新鲜的，就是希望在店里吃完很热以后，然后消个火，让他们可以抱着走出去。当然，情人节甜点一定不可少，草莓慕斯还有雪糕最应景，要让情人感受甜蜜蜜。吃起来就是吃完串烧再吃冰棒，感觉还蛮特别的，而且现在又是草莓季节，超好吃的。吃起来是真的值回票价。看来业者摩拳擦掌，努力抢占情人节商机。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。